离婚吧，天天这么折腾我真受不了。我们结婚3年，异地2年，异地的2年我在家带孩子，他在外边打工。异地2年我们没有离婚，但是第3年他回来了，我们几乎天天吵架。最后因为一句话，我死活跟他离了婚。真的再不离婚，我就被他折腾死了。他自己不高兴，非折腾的全家人都不高兴才肯罢休。我和我老公是在外地认识的，我家里面是农村的，没有就业机会，而我自己又没有一个好的文凭，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，只能去城市里给人家打工。去了一个星期都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，没办法，我一个远房的表哥就给我安排进了一家小超市，当起了收银员。而老公正好是我们超市楼上的一个小公司员工，他每天都会来我这里买烟买水，一来二去我们也熟悉了起来，经常买东西的时候会跟我唠会嗑，并且也问我要了联系方式。他也知道我每个星期几休息，所以在休息的前一天都会跑过来跟我聊天，约我第二天跟他出去玩耍或者吃饭。起初的几次我都是拒绝的，因为我对他没有一点好感，而且我又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，我也害怕被骗被欺负，所以我一直都保持一颗警戒的心，拒绝了他好几次。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约我出去，几乎每次都是很热情。后来我就打算给他一次机会出去看看到底怎么样，如果不行的话就直接和他套牌，让他死了这个心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第一次跟他出去的时候，他给我带到了一个公园里，布置了一个浪漫的现场。没想到平时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还懂得浪漫，我心中暗喜，并且他给我买了很多我爱吃的零食，还买了一束花，跟我说想让我和他交往。我看到这些，我心中确实有一些感动和开心，因为从来没有人主动找我谈过恋爱，他算是第一个追求我的男生，但是我依然没有答应。我说咱俩先从朋友做起，彼此多了解了解，他也答应了。做朋友的过程中，我慢慢发现他非常的有耐心，做事非常认真，而且脾气也温顺，对我也是百依百顺，所以我就慢慢的喜欢上了他。我们在一起爱情长跑了2年，这中间他对我非常好，他给我的感觉永远都是一个踏实稳重的样子。我们也都见过彼此的父母，不久后他就向我求婚了，我答应了他，因为我也老大不小了，该安稳下来了。我和我父母说，他们也同意了我们的婚事。结婚1年，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宝宝。后来由于我们的家庭条件都不算好，而且还专职在家带孩子，他就去外地打工多赚一些钱。在外地打工的第一年还算正常，什么都没有变化，可是第二年后什么都变了。他每次回来都非常不耐烦和我说话聊天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让他和我说他也不说，以至于每次回来我们都会争吵，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一些肢体上的接触。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感情直转直下，我对他心灰意冷。上个月的时候他出差回来跟我说一句，如果说你再不和我说实话，我就把孩子给抱走。听到这些我浑身冒着冷汗，我一脸不解地问老公要我说什么实话。原来他怀疑我出轨，原因就是每次他回来我都不找他亲热。我直接给了他一巴掌说，老娘每天辛辛苦苦在家带孩子，你竟然怀疑我，我们离婚吧，我受够了。而他竟然也没有挽留，说离就离。当天晚上我带着孩子回娘家，我觉得他要是跟我低头我就给他一次机会，没想到他第二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民政局见。我看出来他是铁了心要和我离婚，我没办法就去民政局和他办了手续，这一下两个人都解脱了。